你们在干什么？你弄你的，甭管他。考察的怎么样了？贵公司的工作氛围让我叹为观止。羡慕吧？也想有个同款小师妹吧？饿了，去吃饭。吃饭去了？师妹，别弄了，去吃饭。你们这儿还有什么推荐菜吗？我们这儿的石井海鲜火锅很受欢迎。不要海鲜。哦，忘了你喜欢吃海鲜，下次单独请你了。小师妹海鲜过敏，所以不能吃。你想吃什么？师妹喜欢吃酸辣的，我们加一个酸菜鱼吧，谢谢。好的，请稍等。有人想你了吧？冷气开太足了。我去关。来，披上吧。不用。暖和点了吧？女孩说冷的时候，只需要身边男人的一件外套就可以了，既暖心又暖人。不信的话，你可以给你老婆试试，如果还有机会的话。你们怎么认识的呀？就是那天晚上给你发游戏 IP 开发案的时候，我的电脑进水了，就敲开了小师妹的家门。你一个大男人晚上去敲女孩的家门，你还给她开了？她就住楼上，我知道。对啊，小师妹搬来第一天我们就认识了，不要是你的话，小师妹有可能拒之门外。是啊，女生方面我怎么会有你套路多呀？他上大学的时候可是把十二星座的女生全集齐了。不要太崇拜啊，要不是他的话，我可能两年就集齐了。你自己说说看，当时你接走了我多少个目标？我一个也没答应啊，是人家看不上你。反正这个夺爱之仇我是结下了，找机会一定要一雪前耻。我才不会给你这样的机会呢。嘿，菜来了。来，蛋黄芋泥，还有这个。好嘞，请慢用啊。谢谢啊。先吃饭吧。来，快吃。小师妹，你先吃。多吃点啊。你吃你的饭，你看他干什么呀？我就是喜欢看小师妹，特下饭，秀色可餐，懂吗？来，多吃点啊。哎，这个好吃。你不胖，多吃点，不减肥啊。怎么还不来了？哎，你看到江总了吗？他跟陆离还有陆总出去吃饭了。陆离？他为什么也去了？不知道。高总监，我还有工作，那我先去忙了。嗯。我下午需要工作，给我安排一间办公室。好，没问题。然后我还需要一个助理，陆。那我先去工作了。没关系，我安排高希来陪着你。我不需要。嗯，江总，你回来了。哎，你在吃饭啊？嗯，对。啊。你们陆总呢？非要拖着我出去吃东西。哦，这个我刚给您买的，这两个已经凉了，不好吃了，所以我就擅自吃了。啊。看起来不错，这样，每一样都再给我买一份啊。你是在等我吧？还好回来的及时，走，送你回家。我自己回去就行。我给你买了零食，
你坐公交不方便。我现在不喜欢吃这些了。那你喜欢吃什么呀？我请你。小师妹，今天怎么没等我就走了？哦，你也没走啊？我走了，谁送你们回家呀？哎，等会儿，你是打算一直住我们家是吧？我不喜欢住酒店。我怎么有种你赖上我的感觉？哎，你不是要找你老婆吗？怎么没见你行动？我……哎，我先不打扰二位了，我还有事儿，我先走了。什么事儿？什么事儿？师傅，瑶瑶找我，怎么了？我是想问问你什么时候有空教我编程啊？现在，现在就有空。好啊，好啊，走走，我们先走了啊，拜拜。哎，哎，我的晚饭又落空了。平时都是他给你做饭啊？对呀，没发现我最近都胖了吗？都是小师妹喂的。正好今天有时间，可以去健身房练一下。健身房。你这是在散步吗？你怎么回事？又不是我把你老婆拐跑，你跟我较什么劲？我看你不顺眼。不过陆离又不是你喜欢的类型，你怎么这么照顾他？就是因为和之前遇到的类型不一样，我还是第一次遇到女程序员，而且还是一个有故事的女程序员。学计算机的女孩都很无聊，她不适合你。在你眼里是个女生就没什么意思。你怎么对我师妹这么感兴趣啊？我只是想提醒你，你跟陆离不是一路人，你别去招惹他。谁招惹他了？我是走心的好不好？你想啊，一个女生孤身一人来到一个陌生的城市，她表现得越独立就越让人心疼。我现在对她充满了保护欲。我有话想跟你说。